苗，苗字呢，笔画比较多，所以稍微写大一点，而且很多是这种斜笔啊，所以要注意这个空间的疏朗感觉所以空间不要注意哦，不要有些写得太拥挤啊。左边笔画多写细，右边笔画少写重。然后这边这撇固定都写小小，然后这个就要重一点，不然会整体会重量感觉会差异太大哦。描。